扬佛法，利益众生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，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不愿罪障悉消除，时时常行菩萨道，时时常行菩萨思议，因为我们在新店大明讲堂礼拜了梁皇宝忏大法会，几位主法法师轮流主法，梁皇宝忏圆满，今天做大蒙山、大放生、大烟供、大供养等等。而且今天又是地藏菩萨殊胜加持日，念一下一亿倍功德，所有的功德都只是为了这些受苦轮回众生。我们是人，但是我们也是在轮回当中，大家都知道自己会生老病死，就像我自己也常在问自己，我会得癌症吗？然后我得癌症的时候，我怎么面对？面对自己，以及面对别人。像我每天坐车坐来坐去，我上车就觉得说怪弄戏啊，这个是刹那刹那都会发生的，所以我几乎在车上再怎么累我都睡不着，因为会弄戏啊。所以呢，不光是我看到高速公路大家开车开这么快好危险，大家不知道在冲下面没去给路世界吗？啊，那这个就是
生命就是有这个恐怖啊。所以啊，所有轮回的友情，包括我们自己，都是在轮回痛苦的逼迫，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发生了、啊。所以我坐在车上，给西瓜弄我的打洞啊！啊，我看到前面红灯亮了，我就会喂、哎，我怕对方还在睡觉。但是每个人的判断能力不一样，有些50公尺就开始踩刹车了，有些到30公尺才要踩刹车，对不对？有些计程车司机已经快到了，他才嘿，啊，你是在好运气气呀，我又不会开车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生命就是这样的恐怖、无奈，就像各位结婚。以为是安定了，安定了，找到幸福了，哪里知道痛苦才开始。怀孕快乐快乐了，然后呢，痛苦又来了。那这个世间每一个人都离心外求，所以就永远在这个痛苦。就像我出家是两个因缘，一个是我妈妈突然宣布生病，大家都知道，让我觉得我很没有办法控制，就像佛讲，诸法无我，不是你能主宰的啊。再来生一个小孩子，非常爱他，凡夫都是这样，非常爱自己的独生子。我有一个独生子，但是我就非常痛苦，因为生命很脆弱，而且未来的世界又怎么不单纯。所以让你觉得再多的钱、再高的地位、再高的享受，那最爱的你也没办法帮助他，那对自己也知道自己也是在这种痛苦逼迫的状态。所以所有众生都是如此。所以刚刚我在拜的时候，我看到释迦牟尼佛好像在掉眼泪啊，刚好有两道光嘛，啊，在眼睛下面，我就会觉得说，我们各位在唱这个莲池赞的时候啊，佛陀看这个世间是苦的啊，所以佛陀希望我们大家念一下普愿离尘埃，好不好啊？啊，佛陀真希望我们大家。所有众生赶快离开这个红尘轮回的痛苦。所以给我们讲了佛说阿弥陀经，也希望所有莲池海会佛菩萨的慈悲接引我们，接引无量无边。早上各位招请，我还没有来，我也看着手机在那边招请啊。我看到每个人招请的都是自己的人比较多，我的祖先啊，我的冤亲债主啊，我是这样想。但是各位更要发起一个悲心啊，我们懂得招请自己的父母祖先，更要招请那些很可怜的非洲的无间地狱的孤魂的，所以被压在海底的。昨天报纸上，在1942年，有一部日本的航空母舰叫加什么号啊？加贺号。然后呢，曾终于找到它的遗迹，里面有811个，但是呢，这艘船却找不到，就好像就有一个被这些众生压住了，它没有办法得到超度啊。所以来法会功德。招请所有城下的军舰，不分国家啊，所有亡灵早得离苦。当然这一定有一个业啊，这一个亡魂死在海里面，他被压住不得超度，这刚过去一定有业，所以只能祈求佛的加持一样，嗡切拉底耶萨婆诃，让他们呢能够来临法会。所以早上我还想了，因为我最近一直写牌位，念一下中华民族历代王朝所有皇帝
及其眷属、及其部属、战争死亡、各种军人怨魂同来法会，放下执着，往生净土。那我想，不单是中华民族，世界各民族、世界各宗教，因为很痛苦，一个皇帝死了，他的心还没死；一个皇后死了，他的心也还没死。所以，一只动物死了，他还在恨；一个堕胎小孩被堕胎了，他也要恨。你把我堕胎，我下回我要找你，来来去去，他也苦，对方也苦，两边都痛苦。这个就是我们佛陀示现在这个世间，告诉这些所有轮回有情。但是佛陀讲道理讲那么多，我们也不见得听得下去啊。佛陀给我们讲苦集灭道啊，佛陀给我们看到这个世间的真相啊，没办法，所以只好给我们讲出阿弥陀经，要我们呢、啊、就像一个人啊，你去，昨天我去看一个地方新竹啊，因为要成立新的慈悲分会还有缘起佛起会，就进去里面刚好有一位功德主带了一个他的朋友来，进到里面那个朋友的烤啊就在哭了，然后我看他眼睛怪怪跟刚才不一样了，哇，被附身了啊！那我是出家人当然要找我疏忽疏忽、啊、然后他这边哭，他说他住在地里面，一间空的房子我们要把它租过来、哦、原来他在里面很苦，自杀在这里面了。那我第一个想法一定认为说，我本来今天没有要来的，这就是莫名其妙然后就来了，这个叫缘分，缘分。这个房子租不租我认为不重要了，既然来了有个自杀亡灵，那我来超度他。所以我就一直跟他说了，但是跟他说旁边那个跟他说啊，你为什么要自杀，我说你不要问这个问题啊，你问这个问题只让他更伤心而已。我就马上跟他讲哦，极乐世界怎么样哦，我为什么要出家，我没有讲他，因为我生小孩我观想得很快，我生小孩很苦，我妈妈得癌症很苦啊，所以我要出家，因为活也苦死也苦啊，我顺便就讲到他了。所以呢，为什么要去极乐世界，因为我引导他们去净土啊，旁边还有一些孤魂，居然那个他还透过那一位会被附身的师姐说，你为什么要叫我去极乐世界，为什么要去、哦、对哦，这个问题很好啊。所以我就跟现场的说，我们没时间了，我们现在观想一下极乐净土的花草树木功德水，哇，这么庄严，哇，那边太好了，就要跟他观想。所以我这样的意思说，为什么我们招请以后马上要念莲池赞，不管你是东苦西苦，很多老菩萨来问打坐的法师啊，或是他要讲半个钟头，你听我讲吼、哦，我都问他说、啊、你对听你就好了啦，他不行，他要描述这个痛苦。所以当然呢，我只能说告诉他们，你在这边也苦，我在做人也苦啊，我们要开这个中心就是要帮助这些有钱没钱有形无形的痛苦众生啊，你也是痛苦之一啊，虽然你比较有福报啊，躲在这边没人干扰啊，但是你也是没饭吃啊，肚子饿啊，生病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去极乐世界、嗯、啊，极乐世界不生病哦，没有厕所哦，有衣有食哦，啊，如何如何？我讲了一个让他可以去的，特别那个自杀的，我跟他说啊，我现在带你来拜啊，看我一眼，拜什么？拜你的爸爸妈妈，因为你自杀。你看你爸爸妈妈多艰苦啊，所以超度不是光超度你，因为你爸爸妈妈因为你自杀以后啊，他一定想到你就哭，就很痛苦。各位你要感动对方的心呐、啊，